智秀、a v r l l v i l n x 感冒不是台上跪地 l o v i l n x 成员智秀昨日演出大学祭期间感身体不适，要队友称扶。出道三年多的韩国治愈系女团 l o v i l n x 将于下月回港会粉丝。忙于宣传新歌的几位成员，特地在访港前。 透过自拍照约定港迷，下月十六日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展贸厅三见面。八位成员各自摆出可爱服饰向粉丝卖萌，表示非常期待和港迷见面。门票现已公开发售。而 Lovelys 昨日为明知大学的祭典担任表演嘉宾，完场前各成员跟观众挥手道别。 脸色苍白的成员智秀却突然感身体不适而乏力，一度在台上跪低，要由队友称扶离场休息，令不少粉丝也很担心。事务所今日指他因感冒而身体抱恙，但并未有晕倒台上。他将如期演出新碟宣传活动及其他行程，不再理世俗眼光。 邓紫棋认经真正开美，现今好多女仔都快要减肥，十多亿经细一件好严重开始，所以女仔为镜真细好辛苦。歌手邓紫棋 G E M 在社交网上载一张自拍照，兼发文勉励各位女士要时的欣赏自己开镜。 重话作为艺人，凯奇同样试过对自己非常苛刻，凯阶段好借艺人递开目光。其实感觉这年头女生都活得挺辛苦的，稍微多吃了一点就让着这要节食。全年最积极的活动好像就是减肥，发一张自己的照片，总是左顾右盼够不够漂亮。 好像都只有一个狭窄的审美观，而总是觉得自己达不到要求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在面对排山倒海不同的眼光时，也是一样的折磨自己，对自己很苛刻。G E M 之后又画，直到上面凯巡演开始后，开始窥探到咩系真正凯美高矮胖瘦四个字。 本身并不带褒贬，因为从古至今，世俗的美都只是主观眼光的不断变换和循环。最后，曲众勉励每个女仔要相信自己，凯美丽，因为真正凯美系从内外都美，曲化自由自在，自然自信。我相信这就是女性美，非自纤柔。 陆诗韵画花田，画足三四亿人。陆诗韵有份参与无限剧集《宫心计二》，申宫记一句饰演宋皇妃一角。她更拍了一条化妆短片，鱼头上画上花田，而花田只有宫中妃子才有。花的颜色差不多，但每朵花都不同，愈大朵花就表示位置愈高。 而总监之梅小青讲求完美，一丝不苟，故每位演员都装扮都相当漂亮、严谨，诗韵味。花毒好难画，习正额头中间，我要上落妆三次，先画到，画歪，左右再画，大家好认真。而头饰方面当然重，不过幕后工作人员好好，里面已经无细针头发。 戏用发泡胶代替，含量就轻。拍十几个钟都毛含辛苦。说到预告片中，他有被吊死的一幕，他每歌场戏断断续续吊足几日，山又重，里面有条棍，我要挺胸收腹，每拍完一次又要吊翻落梨。好大工程。其实一日吊几个钟，真是好吃力。 个个见到都话我死的好辛苦。此外，戏内有一场他要打谢雪心一巴的戏份，诗韵坦言拍前压力大，他妹，我啰嗦剧本已经好紧张。我情愿戏逼人打个个，但要自己打一个前辈，真戏好大压力。好在两个 take OK，做心姐都好好教我用边度用力。 电量打落去又似又无痛，传已离婚。张静颖报新欢，深夜约会脱手仔。内地歌手张静颖与经理人冯轲于二零一六年结婚，不过两人最近被传已已离婚。那日，张静颖传出新恋情，被影到与一名体型高大凯男半深夜地戏。 而渠游戏院行出离时，更忍不住亲密翘出男方手臂。之后两人转场去酒吧消遣。离开酒吧后，过马路时更拖买手，态度亲密。其后两人登上座驾一起离开。据知呢，名男子系一个小提琴家，有网友重报调制渠的名叫陈秋实与张静颖。 冯轲相识已多年之余，更曾喜两人婚礼上担任伴郎，亦多次喜张静颖演唱会上助阵。二零一五年，张静颖喜北京演唱会时发生舞台事故，陈秋是亦曾与冯轲一起陪张静颖到医院，而冯轲当时都有发微博以示谢意。自从离婚消息爆出后。 张静莹与冯轲都未曾正面回应过传闻“妃子鲜柔，陆诗韵画花田，画足三四亿人。陆诗韵有份参与无限剧集《宫心计二》，身宫记一剧，饰演宋皇妃一角。她更拍了一条化妆短片，鱼头上画上花田，而花田只有宫中妃子才有，花的颜色差不多。 但每朵花都不同，愈大朵花就表示位置愈高。而总监之梅小青讲求完美，一丝不苟，故每位演员都装扮都相当漂亮、严谨，诗韵味。花都好难画，习正额头中间，我腰上落妆三次，先画到，画歪，左右再画，大家好认真。而头饰方面当然重。 不过幕后工作人员好好，里面已经无细针头发，系用发泡胶代替，含量就轻。拍十几个钟都毛含辛苦。说到预告片中他有被吊死的一幕，他每歌唱戏断断续续吊足几日，山又重，里面有条棍，我要挺胸收腹，每拍完一次又要吊翻落梨，好大工程。 其实一日掉几个钟，真戏好吃力，个个见到都话我死的好辛苦。此外，戏内有一场他要打谢雪心一巴的戏份，诗韵坦言拍前压力大，他妹。我啰嗦剧本已经好紧张，我情愿戏逼人打哥个，但要自己打一个前辈，真戏好大压力。好在两个 take OK 做。 七姐都好好教我用边度用力，电量打落去又四又无痛。传已离婚，张静颖抱新欢，深夜约会脱手仔。内地歌手张静颖与经理人冯轲于二零一六年结婚，不过两人最近被传已已离婚。那日，张静颖传出新恋情，被影到与一名体型高大凯男伴深夜地戏。 而渠游戏院行出离时，更忍不住亲密翘出男方手臂。之后两人转场去酒吧消遣。离开酒吧后，过马路时更拖买手，态度亲密。其后两人登上座驾一起离开。据知呢，名男子系一个小提琴家，有网友重报廖志渠的名叫陈秋实，与张静颖。 冯轲相识已多年之余，更曾喜两人婚礼上担任伴郎，亦多次喜张静颖演唱会上助阵。二零一五年，张静颖喜北京演唱会时发生舞台事故，陈秋是亦曾与冯轲一起陪张静颖到医院，而冯轲当时都有发微博以示谢意。自从离婚消息爆出后， 张静莹与冯轲都未曾正面回应过传闻。